其实因为我如果听你说他咳嗽的话，是因为癌细胞吃到气管，嗯，吃到气管他会咳嗽。我的癌细胞是在背后，嗯，是，我两只手搭的地方，是因为我当初去做切片的时候，是切不到，我的癌细胞是在骨头里的，哦，所以当我发现它的时候已经四级了，因为你在骨头的这边你是看不到的，它要长出来这个地方，我已经2.6了，我才发现是已经癌症，而且已经远距扩散，两个肺都死了，我已经走到淋巴了，嗯，哇，那你现在的气色非常好，对啊，你有化妆吗？多久了？我有稍微化了一点口红，哦，但是脸呢？三年半了。你的脸有涂那个腮红那些吗？刚刚他们有稍微跟我涂了一 下 okay, okay. 但是很淡，几乎是黄色。你整个人的精神体力各方面都是？如果说以爬山的话，我不敢以你们正常人讲，嗯，但是如果以阿佑的爬山来讲，我的体力算是好的，嗯 ，OK， 我的体力算是好的。你对于为什么？因为那两句话，因为太委屈自己了，就是好胜不服输，报喜不报忧，好胜不服输，就这么简单，嗯，就把委屈憋在心里。对，然后世间上其实我觉得哈，每个人我们想过什么生活，是我们灵魂真的自己来挑选的，所以我觉得灵魂是要让我因这个病而去了解到赛斯心法而来开悟，我讲真的开悟是真的开悟，因为我修了很我修了佛法，我修了道教，我道德经也研读也蛮久，嗯，可是我后来觉得说为什么要写得那么深呢，嗯，什么道非道，什么道道可道非常道，对，结果什么道都不是，就是内心就是道，嗯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接触赛斯心法之后，前后的人生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？最大的不同是因为我较早烦恼在担，嗯，我会未雨绸缪，嗯，我什么事情都是必须要准备好的，嗯，我在你来之前，我就是一直看到那个，因为我单亲，没有我，因为我单身，我没有结婚，我现在的老公是我的男朋友而已，嗯，我也没有小孩。嗯，所以我很怕我老的时候被送到养老院，因为我们最近不是看那个越南妹欺负那个，那个老者吗，洗澡，对对对，又打他吗，我就觉得我不要做那一个，嗯，那然后现在的人又说你要有3000万你才能退休，我说不要说3000万，他妈的300万我们都没有，我们怎么去退休呢，那种内心的恐惧，对未来的恐惧，恐惧也是负能量的一种，这也是非常致癌的一种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都给清理掉，那当初我们是不懂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恐惧，我们习惯把明天的事情今天烦恼在担，我跟你讲，我到最后我只学了一件事，活在当下，我很把握我手上的这一分钟，我这一分钟我现在跟你们讲的很快乐，我以前有忧郁症的时候，我讲完很快乐的时候，像我精神是亢奋，我回去忧郁症马上就出来了，因为他是我那时候是忧郁焦虑躁郁都有，所以回去他很缓脱的，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他的忧郁症会自己出来，那个悲伤感会躁出来，所以那时候我的喜怒是都是由情绪控制，那我现在是什么东西是由我自己心态控制，心态，我觉得我今天悲伤的时候有一点不快乐，我起来我会去觉察，因为怎么心情今天蒙蒙的闷闷的，还是天气关系吗还是什么，我去觉察我这个忧郁从哪里来，然后我发觉到一件事，你在不高兴的时候你只要把嘴角扬起来，你的心会跟着就这样子提起来，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我癌症之后才发现，所以当我在不快乐的时候，我就。